第三届台湾艺行奖，邀请知名艺人及产学界贤达组成评审团队。台湾的艺行啊，就像我演的戏一样，忠孝节义，利他、同理心与爱心的极致表现。看似绝望当中，我们找到希望、向上的动力。大爱小爱都很让人佩服，运用他们所有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觉得需要帮助人，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好。第三届台湾艺行奖，一起温暖这世界。